葉建源議員。主席，我覺得公務員嘅優質服務獎勵計劃呢類嘅獎勵計劃非常之重要，亦都係我非常之支持。公務員嘅工作咧係有好多，其實咧嘅表現都相當之好。而得佢如果佢哋得到肯定、得到支持嘅話咧，如果亦都同時培訓，亦都係到位嘅話咧，幾樣嘢咧係可以咧相輔相成，令到我哋咧整體嘅社會咧係發展得更加好嘅。咁我喺呢度咧就即係特別睇到咧，2019年嗰個得獎嘅名單當中咧，危機支援嗰組咧就金獎係香港消防處。銀獎就係香港郵政，咁我咁啱咧喺過去咧，我都對係即係曾經咧係對呢兩個部門咧係致謝過嘅嚇，包括咗咧係消防處啦，喺山竹經過後咧，我就即係即係請即係學消防處啦，係幫手喺長洲嗰度清理咗，即係非常及時咧清理咗間學校出邊嘅冧咗嘅樹啦，個表現咧非常之好。我係當時咧寫一封信咧，係俾消防處嘅副處長。咁另外咧，香港郵政方面咧，佢得獎嗰個項目咧就係處理英國留學簽證郵件。咁呢件事咧就其實2017年嘅時候咧，係成千幾個香港嘅學生咧係冇辦法及時攞到簽證咧，係去英國啦，係開學咧，係非常之擔心嘅，非常之焦慮。當時咧係英國方面咧係出咗問題，咁但係咧。為了配合解決這個問題，香港郵政是特別開了一些特別的櫃台，而且亦都在送信的時候，是送這些簽證的時候是特別通知有關的人士，令到當時很多家長、很多學生都是向我表達他們對郵政方面的感謝。所以我在2018年的時候亦都送了一個感謝狀給香港郵政。當時咧，我同香港郵政聯絡嘅時候咧，我就話啊，佢哋會唔會有興趣咧？係即係俾傳媒知道，即係我即係送一個咁嘅感謝嘅感謝狀俾佢咧。咁佢哋嘅答案就係唔需要啦，低調啲嚇。咁所以我喺呢度咧係更加覺得咧係應該咧係感謝佢哋嚇，即係佢哋所做嘅嘢係行前咗一步，令到好多咧係學生，好多咧係家長都可以咧係歡心。即係呢個喺當時嚟講係特別即係重要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嘅表現咧，其實都係睇到我哋如果各個部門各個公務員咧，其實肯即係做多少少咧，係會令到咧係個公共服務咧係更加好嘅。而我自己過去參加過呢個即係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嘅評選工作嘅時候咧，我都睇到好多部門好多同事咧，其實咧都好用心咧，係想。即係將佢嘅工作做得更加好，咁所以我喺呢度咧係即係特別咧係即係表示咧我對相關嘅一啲嘅部門同埋咧係好多積極嘅公務員咧嘅感謝同埋致意嘅謝意嘅嚇。多謝葉議員嘅支持啦。咁事實上咧就無論係大大小小嘅事情咧。無論是一個單一的部門的工作，或者是需要到跨部門的協作所完成的一些任務呢，都是非常之多的，亦都是每一個任務本身呢其實都有很多故事的。咁所以呢就除了我們是用一些嘅獎勵計劃去加獎之外呢，我們都希望能夠可以呢將這些故事呢就多些用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呢來去溝通傳播下去，咁就讓市民咧都係能夠可以多啲了解啦、明白啦同埋支持嘅嚇。